大家好，我是胡服骑射，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这几天有一点点感冒的小症状啊，当然没有得到什么疫情啊，只是单纯的天气变化有点过敏，气管的放的不太舒服，有点稍微讲一点话就容易咳嗽。所以今天跟大家录这一集的时候呢，我的音量啊，还有情绪呢，也会尽量把压得稍微低沉一点点。那由于不适合多讲话，所以这个最近的开箱节目的话，我就做了一个组装模型啊，静静的呢，一边的这个享受拼装的乐趣，那也让自己的一个声音呢，我本来想声带啊，那这个稍微休息一下。那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做的这个是盔甲小队的工业九式，之前有跟各位做过一个是所谓战斗武士吧啊。那今天的这个是顾名思义啊，它是一个非战斗型的一个机体，可以看到呢，它所配置的像这个工具箱，还有这个梯子镐，还有就是应该是电钻吧，还有这个电锯之类的，还有后面有一个是应该是破坏剪啊，这个呢都是属于后勤部队的一个装置。那组装的过程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啊，连我这种手残的一个不是很常组模型的人呢，都是能够轻松胜任的。一个1:24的一个素体啊，体型所以说是非常的小，它比一个Commander Class 的变形金刚呢还要在个头小一点点。关节的紧实度呢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啊，如果你组装的好的话啊，基本上的话呢这些汤口啊这个部分啊，如果你能够再精心打磨一下，可以说是非常漂亮的，比例的话呢也很正常。那整个在把玩的过程中呢，只有这个手掌的部分呢是一个替换部件。但是呢，由于手掌的替换呢，它的这个拳头啊，这个地方啊，这个整个部件呢是偏软胶的材质，然后这个地方是比较紧一点的，你这个去转动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啊，因为硬扯的话呢，我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个危险性。现在再来展示一下它的一个组合之后的一个形态。首先跟各位展示的这个是所谓的探勘模式啊，也是这一次算是主要的一个造型了啊。那装甲的话呢，头部呢是要整颗做替换的，可动不会受到影响，手臂当然也是可以平举的，肩甲的部分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调整，手腕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手甲跟手臂结合的时候呢，在靠近手腕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凸凹的结合，记得把它扣进去哦，这样一来整个手甲就能够完全去固定住了。然后腰身的话，这个地方可以往下看啊，然后左右转动没有问题，脚前后左右踢当然也不会受到影响，膝盖的幅度呢也不会因为装甲的装置有所影响，脚的话呢虽然换了一个脚底板，但站立性呢并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那么呢，它的身上呢有一些简单的一个小机关啊，首先的话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东西啊，这个像是立体机动装置的这个东西啊，它的话呢可以扣在下方这个洞，也可以扣在上方这个洞。那我的话呢是习惯扣在偏上方这个地方，我们就很简单就可以把它给组合上去。剩下来的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还有一些简单的小机关可以动的，它的话可以完全的伸直出来，伸直出来之后的话呢，就可以在这一些凸凹的部分呢去安装其他的东西。那除了背后这两个孔之外的话呢，还可以安放在中间的这个部分啊。那胸口这个部分的话呢，比较难去挑起来啊，我们弄点工具把它给挑开来啊。你也是可以把它呢给移动扣到前面来的，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好了啊。那这个扣上去之后的话呢，是感觉是比较紧一点的，不至于说到非常的紧了啊，但肯定的话呢是拔的时候是稍微要留意一下的。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希望我没有弄错边啊，这个地方这里将它给扣上，这个有一个小机关的感觉，这么小的组合模型还有这样子一个机关啊，我觉得诚意度还是非常之足够的。那其他的一个小配件的话呢，就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展示。首先是一个这个梯子镐，这个梯子镐的话呢是可以这样子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形的，这个十字镐的部分也可以收进来，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往上推之后再做一个缩进来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地方也是可以打开，不行啊，那我记错了啊，这个手，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呢，你可以把它背在人物的后面啊，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工具人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其他的几个配件，一一的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小解说。我首先先讲一下这个好了啊，这是一个破坏剪呢，这个就是在遇到那种铁网的这种地形障碍的时候呢，可以把它给剪开破坏掉。
啊，请不要拿去破坏女生宿舍的门口或者是女子更衣室的一个这个门口啊。然后有一个，这是上面是一个手提包的东西，其实它是一个一个电钻，这个电钻的部分是我记得是这么样打开吧啊，我记得是怎么个变形法，是记得是你也可以直接把它翻出来吧啊，但是这个电钻翻出来也是有一点，这个就可以直接做一个这样子吧，握住在这个地方，然后把这个洞给钻开。那你可以看一下，它其实这两个砖头的造型是不一样，这个是砖头啊，另外一种的话呢，当然也是砖头，但是它的一个造型是不一样的。我给各位讲一下，好，大概讲解一下。这一种砖头的话呢，这一种砖头呢是要制造螺纹的，就是说先你如果在一个平面的一个铁板上，你是先用这种是打孔，打出一个孔来之后呢，才能够进行螺丝的一个，这是用来锁螺丝的，这样，这是锁螺丝的。然后这个另外一种的话呢，这个是用来是钻孔的，两种是功能是不太一样的，各位知道一下也就行了啊。平常日常生活中呢，可能各位是根本就不会去注意到，也不会去用到的东西。然后呢，我们这个做一个简单的小变形，就把它给放置到一旁。这个收纳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很棒的。然后的话呢，如果是这个破坏剪的话呢，你从这个地方两侧把它掰开的话呢，就可以分解出一块这个部分，以及另外两个握柄。另外两个握柄的话呢，可以跟它的一个初回特点是附带了一把斧头，跟一个这个应该是扳手啊，是用来转东西的一个扳手。那这两个的话呢，就是也是可以安插在人物的后面没有问题。还有呢，还有一把电锯，电锯呢直接呢是一个造型啊，一整个造型，并没有任何的拆解部分。那一样是有一个孔洞。我们可以轻松的呢把它给安插在侧边啊，或者是你要安插在这个东西上面也可以。然后我看了一下网络上，因为之前的话呢，因为我是没有收所谓的一个工业三式啊，它如果你有三式的话，好像是可以跟这一些部件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组合的啊。 OK， 当然这样配是乱七八糟，我只是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而已。最后的话呢，还有一个是活动扳手啊，活动扳手的话从这个地方啊，首先先看一下啊，也是一样伪装成一个类似像是公事包一样的东西，把它给打开。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活动扳手，从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往上推， OK， 就是可以这样把东西给夹住之后呢，它就做一个转动了啊。那这个本身的话呢，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组合，当然这个主要还是一个平常那个收纳。那最后的话呢，就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展示。它的话呢，初回的话好像是还有附带一个橘色的一个甲胄。那这个橘色的甲胄的话呢，一开始是我目测的应该不能讲橘色，它有点像鹅黄色，是标准大黄蜂的那种配色啊。但是不知道在镜头里头，我看起它颜色似乎有那么点怪啊。那么你可以稍微的去看一下这两者的一个头雕啊，造型也是不同的。然后身上有一些部件是做替换，主要是膝盖的部分，还有这个肩甲的部分是有做一个简单的小替换的。那在这个形态下的话呢，我只是想讲的是呢，我本来觉得它这个橘色呢是很奇怪的，后来装上去之后啊，我想起来很久以前我们小时候啊，在这个红白机时代，这个有一个游戏叫做绿色兵团啊，我是不知道大陆当时有没有引进这个游戏啊。那里头的话呢，有一种敌人呢，它是叫做是一种工兵啊，没有战斗力最差的啊，但是他身上可以得到一些装备啊，他们就是一个黄色的造型。然后呢，我们从今天的这些装备来看的话呢，这个典型的就是一种应该是一种非战斗的一个兵种吧，典型的工具人的一个造型。说到是工兵就没错，明明就叫工业九号是吧。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分享这一套鬼家小队的工业九式啊，在组合方面呢一样是没有任何难度的。那组合上去之后的话呢，一些小配件的变化，我觉得比之前推出的那一款战舞的话，我觉得还要再好一点啊，至少以我手边的这几款来说的话。那今天就跟各位讲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